快来和宫崎骏大师学自我推广。我们日本是离不开这个动漫的，然后呢，我们国家通过动漫推销自己的很厉害的那个作者叫，噔噔，肯德基，什么肯德基？宫崎骏，大家都很熟悉，对不对？宫崎骏，他做了好多很经典的那个动漫，比如说風の谷のナウシカ。我不知道那个啊，龙猫，龙猫是龙猫，龙猫啊，千与千寻，对，托纳里诺多多罗多。可是他真的是有作品的，为什么说他是靠自我营销去？因为你知道他的那个作品里面很多小细节，里面，因为他的那个什么工作室叫吉卜里，然后呢，这个吉卜里是在他的动漫里面小细节里面有他的那个小的打广告，你知道吗？我有了视频，所以给大家先看一下，大汤。你看到了吗？马赛克呀，那个吉卜里，看到了吗？小小的小广告，迪士尼也会做呀。哎，你看看，吉卜里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了。他的那个工作室的名字，你看看到了吗？那个是龙猫的一个小角色。看到了吗？这个是作者，年轻的时候的宫崎骏。这个是红猪，吉卜力。就知道吗？又来了，哇，好会玩啊！宫崎骏会玩，谢谢。